点数不够啊，怎么这么麻烦？再来一次啊，差一点点。我看队友有蓝色爱心，那个就是那个啊，心态啊。那、啊、这个技巧点数怎么得到啊？我不知道怎么拿哎、欸，我都是零哎、欸。哦，还是说啊，可以放上去是不是？使用。哦，懂意思了。抢攻是干嘛？抢攻。没有，那个只是说我的上限呢、啊，现在看懂。噔噔，有人心态零，对啊，心态崩了啊，所以我在想说心态崩了会怎样？ 是比赛就是打不好啊。恐龙主题的皮肤不但每场都可以使用这个啦，我对恐龙还是有了解的啊，别看我这样，我的天赋都点在一些冷知识上面，不是冷知识啊，一些没用的知识上面。可爱，加油！你们最棒了。哎、欸，我是打这种的哦、喔，完了，我没注意哎、欸。等一下哦、喔，吸血。来，兵哥逆命。还有益处是，
因为我用 ARK 吗？也不是啊，这就是小时候的兴趣吧。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恐龙啊。不要越塔，好恐怖哦！哦，几个 gank 了，冲啊！李信加油！靠靠靠！哈哈，白痴哦！哇，不服输哎，冲啊！把塔摸了，我们就可以抱团了。莉莉莉已经抱走了，有谁在阻止他吗？等一下想办法来提升 ADC 哈！哎呦，他直接越塔走进来，傻眼！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哦 S。追哪？想追哪？想追哪？哇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！获得成就崛起。等一下，我这边卡住了。喂、欸，输扣五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才加么？哦，有慢慢加。这个根本要装盲啊，替补。哇，加满呢，随机的那么猛、喔。看来可以自动了、啊。
自动自起来。你要闪人了，好，慢走，路上小心。啊，怎么又是韦特堂啊？那天在高雄场吃了一大堆韦特堂，然后刚刚打开那个粉丝送的巧克力，里面发现又有韦特堂。没有，再聊聊今天 ，Amigo 还是有人，只是不多而已。这牛真的凶耶，这牛好凶哦。牛都烧起来了，傻眼。好，牛死了，他去熄火了。休息时间回来了 ，Hello。这牛太凶了吧！牛牛，你够了，牛牛，不要太嚣张哦，牛牛。哦，有额外跳这些是加额外人气哦。哦，胡思乱想。步步可爱又赢了。
我决定了，我就是打这个。我们要有先有底子，才能去打新的。跳过火箭。这是什么鬼？花花公子，哇，牛牛真强哎，太好了吧！自由直播平台。困难，都还是困难。没有 ADM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要先改建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不是这个。没主意，嗯，没有聊天室哎、欸。报名哦，嗯，工作，好，上野联动可以，那管理。经理，哦，要打过新的才有奖杯，好，合理。嗯，什么夫妻档？欸、其实我刚白放弃掉了哇、哦！那啊、哦，你们该懂我讲什么吧？这是我原本管那个人员可以哦，资源市场，你可以回来吗？
关掉好了，我现在没钱。我新的职员刚好正在看，他是干嘛的？教练。教练，我都会加哎、欸，也都50块。好啦，用了啦。夫妻不是吧？那个怎么看都……哦，好啦，好像也是哎、欸。我以为他是撒谎，修睿马。那、欸、一样哦。好，又有新的了。姐姐从国外寄给他一个特点，他想分享给家里人，只为了自己留下一件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怎么没有去直播？嗯？哦。对不起，我没钱，我穷。